以模特的身份出道的安心亚，后来转战戏剧、歌坛、主持界，都交出亮眼成绩。更因为拥有甜美脸蛋、火辣身材，获封为宅男女神。日前，她受邀参加2023最爱基隆年终演唱会。即便当天寒流来袭，各地区气温明显下降，安心亚却以火辣造型登场。当天，她身穿宝蓝色的蝙蝠造型肚兜现身，除了秀出完美的肩颈线条，胸前的绑带设计大秀事业线，还一并放松美背纤腰，唱跳了四首歌曲，直接炒热现场气氛。受安心亚透过社群晒出了当天的美照，让网友们再度被她的火辣身材震惊。此外，她也分享了在舞台上热舞的六秒影片。迎来不少网友留言大赞，真的太辣了，安心亚的魅力无法挡，害我重复看了好多遍啊。Bye.